我跟凯乐真的没有决裂，这十几二十年来他在我心里都是非常重要的家人跟朋友，然后另外绝对没有说过任何他的不是或什么是是非非，因为对我而言捍卫朋友捍卫家人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甜甜张可云，不好意思今天的新闻打扰到大家了，但是呢这也是我第一次透过这样的方式做一个澄清和说明。今天下的标题让我觉得很受伤，因为我跟凯乐真的没有决裂，这十几二十年来他在我心里都是非常重要的家人跟朋友，然后另外绝对没有说过任何他的不是或什么是是非非，因为对我而言捍卫朋友捍卫家人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因为现在我是一个妈妈，我小孩也两岁多了，正是开始学习在了解大人的世界，在学习一些词汇的时候，问到妈妈人家说你是双面人是什么意思，那我该怎么说？我只希望他能够快乐健康的成长。至于我的感情世界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妈妈了，所以我对感情有非常清楚的自我认知，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但现在对我来说，我的小孩更重要。在这里也谢谢大家关心，不过很抱歉的是，未来如果你们问我关于我所有好朋友的事情，我还是一样不会回答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当事者做回答。谢谢大家。聊天是情绪的无聊。欢迎各位卡卡加入临时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YouTuber 报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